好奇。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问旁，一拳超人最强之男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呢，招募我们就来定期的这个把我们这边的黄卷给他抽一抽，然后待会来去打一下我们这边的王者的王者的这个文少女啦。来了各位，直接来一个十张卷卷抽取，没问题，一拳胖啊！有了各位啊，没有了。蓝色的晶石，橘橘啊，没问题。再来是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十张卷卷，来第二次抽，没问题，一拳开扁，有没有机会来一个黄色的？紫色的，啾啾啾，哎呦，而且好像两个紫哦，可以哦，完美。啊，兽王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三十抽，没问题，一呼一拳走起，来啦各位，哦紫色的，哇，不过开紫的好像都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哦，好，吉吉没有了，再来十张卷卷，十张卷卷抽抽。OK， 来一拳走起，有啦各位，哇，吉吉，哇，全部都是蓝色，好了，这是正常规则，好不好？正常规模。然后十二月听说就有那个铜帝可以抽了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等了超级无敌久，真的是等了超级无敌久啊！我们的铜帝各位，希望到时候可以就是再另创新机。好了，没了。蓝色杠菇环节，哇，今天的这个运气不是顶好哦。我来去看一下今天的那个预约招募环节哦，来，现在分享一下啊、哦。OK， 那今天预约招募一样，各位更推荐我这边要点这个喷泉，好不好？疯狂点烂喷泉啊、哦，就对了。听说就会出好东西啊，因为目前来说好像还没看到他有出什么觉醒石之类的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不是。有那个觉醒石还是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好不好，但是既然是免费的，我们就直接给他按下去，来啦。哦，没有，这边是那个什么的疫苗人，还是其实根本就抽不到觉醒石啊，忘记看大家的留言了，好不好，忘记看了，应该感觉好像他就是抽一只角色而已，对啊，反正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有这个崩谱了啦，所以这个可以选那个崩谱里，我们就抽到最后一天了，好不好，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厉害的这个角色，我感觉好像就是这几只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预约招募的话，感觉好像是不是这几只而已啊？好像没有看到你，没有跟你说有谁、欸，但现在我们抽了好像都还没有重复哎、欸，六只都还没有重复，等到有抽到重复的时候我们再说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有抽到重复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要选什么，看起来好像应该是没有重复的哟，嗯。那好像也是挺爽的哟，没有重复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来这个王者的王者，今天是这个文少女啦，好吧？她敌人受到直接伤害效果大幅提升，所以就是那个我们直接用那个谁啊？我们直接用那个谁直接刷，用那个用我们的那个视影杖直接刷，搞不好可以刷到什么好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看。视频上刷到好东西，然后应该是刷的比较痛这种感觉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气化埋看看啦，进入走起挑战。好，第一波一样就是用这套队伍哦。第二场我们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只有这两个队伍可以弄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来啦，会不会连蚊子？OK。哦，哎，不是啊，怎么回血啦？绕姐，哈，我们砍掉他，然后他回血了。我靠，绕姐，我靠，完了。我觉得待会我们可以先把那个金属骑士换边看看，对，换一边看看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哇，疯狂蚊子嘻嘻，干，我是傻眼了。欸，不过我们刚刚有顺利的把它给弄掉欸，所以这样不算是不是？完蛋，我想一下哦，先这样吧。Oh my god， 太难了吧？
而且我们通常我们根本就不用组第二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连第一队都活不下去了，组什么第二队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笑。来，摄影杖。对啊，这边不屈四哎，我操！不屈四到底是瞎小？好，这边有晕眩了，晕了两只，应该还有点救吧，对不对？妈，不知道。晕两只，喷一，喷二，然后卷他，好卷他，没救了，没救啦！摄影杖，他是不是有不屈？我真的他有不屈三哎，等于我们要灌他三次才可以哎，腰了个修嘞，各位，这没救啦！哎、欸，那个蚊子的大招是会直接那个哎、欸，直接卷那一整圈的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没了，这就是王者的王者呀，各位，完全没得扁，我的天哪、啊，GG了，太恐怖了吧？好了，然后目前来说，我们的故事剧情卡在这一关的这个一个三星环节，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谁啊，这边的那个超合金黑光会被打死。所以就也是挺麻烦的，对，超合金黑光被打死，不然先试影杖这个好了。好，这样感觉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哦。逆赛路好像，因为我记得没有杀的会帮大家挡伤害嘛，所以应该是比较容易把他对，先把他给击杀的，这样好像就可以了哟，各位。对，这样看起来应该就可以了，因为就是挡三下嘛，是不是？那待会就是再把那个格罗里巴斯打死就可以了。因为没有杀的，他会帮别人吃伤害啦哈。哦哟，不屈，没问题。那就把你给收割掉，就完美啦。只能来这种地方寻求点温暖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太扯了。来了，米塞鲁哈西。有啦。然后这边开喷一下。然后这边一拳，砰，有喽。然后这边来一下，再扁一下，再扁一下，可以，好，完美了，这样就赢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赢啦，各位，这样至少我们这个就是三星的了哦，三星环节，除非下面这一只直接把那个僵尸男扁到没办法复活哦，那就完了，出发出发，开扁开扁。有了，开射，然后这边棒棒棒，有了，呦呼，好开卷，然后这边来一个摄影杖，砰，有了，然后米夏路哈西亚，没问题，米夏路哈西亚直接 OK 了，开卷，喷死，这边再喷第二，哈哈，完美啦。可以 ，OK。所以有时候基本上去理解一下对面角色的这个属性那些的，应该就会再更好打一点点。对啊，因为本来我原本是先杀那个什么格罗里巴斯的，但是那边的话杀死他，我们就没办法那个，没办法很快的杀死他啦。但是那个梅尔萨拉德我们是可以的哦，完美，现在都是高星了啊、哦。好，那剩下的时间来去打一下那个好了，我们来去打一下那个什么，那个英雄他怪人哦，之前我们是败在这个弟弟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现在这样有没有机会了？因为这模式它是没有晕眩的呀，所以好像也是比较麻烦哎。好啦，助战直接硬 A 过怎么样？硬 A 过好像可以哦，是不是？硬 A 过的，然后这边需要在一个格斗哇，要在一个格斗角色哦，硬 A 过。超能力角色，那这只下去好了，这边上来，这样应该可以。我们的 King， 拜托啦，电脑的 King， 这边好像不用断他气，对吧？我靠，完了，六岁延岁拳，看看。哦，好久没看到方谷爷爷了 ，Oh my god！ 我靠，哎、欸，这边他。他打的都超级痛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完了，完了，我这边应该要那个的，
我要给 King 啊，我要给 King 让他没办法那个的。哦，不过这边是下回合哎，应该还好。这边是下回合，我可以锁他大招。OK， 别想给我开大招，锁你的大招。好了啦，哎、欸，没得锁，我操，好吧，没得锁。好衰啊，我的天哪，没得锁呀。不过这边野爷一直疯狂打，好像有机会哦。OK， 横排有不屈，我靠，爽了！我们真是爽到了，各位，爽到了，有了啦，各位，那这一把应该是稳了。哇，好可惜哦，如果有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没死碎啦。他如果有那个什么，有晕眩就一定了，一拳揍死我们了。可以啦，各位，完全靠我们电脑的角色，各位，完全靠电脑角色 ，Oh yeah！ 每天打一点好了，等有这个免费角色再来打。